我就是已经排好我要吃饭的行程了，但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呢？我应该不关我的事吧，所以一定要逼我现在去店里呢？他们想要来此时此刻包场帮他庆生，他们说不要让他知道。早上怎么？我们在整他，就是想要让他每一年的生日都可以留下一个印象。对，所以他已经看到所有人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为什么今天的开场会那么的空旷呢？其实，在半个月之前，姑姑的粉丝啊，就已经跟我说，他们想要来此时此刻包场帮他庆生。他们说不要让他知道。昨天呢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我们来个快闪好了。昨天呢，不到24小时，然后他就说他不要。他怎么讲他都不要，你知道最后我是跟他说，因为我们没有骗了，你一定要给我拍。你会发现今天看到他第一眼怎么了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心情闷闷的这样子。连店里的人啊，大家全都知道，就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。好啦，我们就希望说等一下他看到这一切，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Hello， 我是古拉威。今天2月25号是我的生日，但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呢？我已经约好要跟朋友吃饭了。因为毕竟你生日，大家都知道说，饮料有买一送一。之前有告诉大家生日当天有外带饮料买一送一的活动嘛？可是我想说，就是做这个外带的活动应该不关我的事吧，所以我也没有想太多，我就是已经排好我要吃饭的行程了。但是为什么一定要逼我现在去店里呢？就是去看看有没有人嘛，我们去募集一下现场。有没有人我不知道随缘吧。因为买一送一的话，应该有路过的人口渴的话，应该想说会买一杯之类的。但是如果没有人也没办法，就平常心嘛，对不对？真的，那我们就赶快前往现场看看说今天现场的状况是如何吧。好，你有没有发现胡今天脸超级的闷？有啊，因为我想说他早上怎么？我们在整他，就是想要让他每一年的生日都可以留下一个印象。因为他刚刚一直在偷看监视器，偷看店里的监视器，我就傻眼。所以他已经看到所有人，他有看到一点点人，但是他还是很顾虑，很担心。我觉得吧，就是大家想给他一个惊喜啦。所以其实他也不知道说大家其实现在都在骗他，所以我希望。我觉得应该会是蛮好的惊喜，这个计划还不错，他应该会蛮开心的。好啦，这大家继续看下去，看看我们等一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啦。现在快到店里了，正好没有人呢。等一下，我好像看到很熟悉的身影。对。哇。怎么都是熟面孔？哇塞！我没想到我以为没有人。我来之前我还有看那个荧幕，我想说都空空的，想说太好了，我来了之后我就可以马上走了，因为都没有人。真好没有人呢。哇塞！是策划很久，策划很久。对啊，真的假的？我们从二月都策划到现在。很感动哎！自从好像疫情过后，我就其实很少机会可以跟古堡们见面这样。对啊，那现在真的因为我的生日，然后一次见到这么多古堡，真的很感动。而且这次是我第一次在店里就是庆生。姑，你看一下，怎么这么好？你看他谁送花给你？哦，佳佳。好久好久不见的佳佳，对啊，所以他有在现场吗？没有，太感动了吧！而且这么大一束，佳佳最棒了。你看到门口吗？这么多，哇塞，漂亮呢！而且是蓝色的，我最喜欢的颜色，感动感动啊！你们吃了没？还没啊。正在等，真的是。来，我来帮你们送，红茶微糖去冰，耶、yeah ！红茶半糖去冰。没有要喝，我自己喝哦。哥哥，生日快乐！哇，谢谢。是大家一起买的，你们自己花钱买的吗？对，太感动了啦！生日快乐！因为我知道你喜欢提拉米苏，所以我才问你。对，我喜欢提拉米苏，所以说我就买。看起来就很好吃。耶！没有打，没有那个打火机，没有打火机。没有打火机哦。好，第一个愿望是
希望所有我爱的人，还有爱我的人，还有现场的各位古堡们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事事顺心，赚大钱。耶！然后第二个愿望是，我希望我的第一间餐厅此时此刻那个生意可以越来越好。耶！第三个放在心里。好，第三个放在心里。掌声吹一下。耶！又老了一岁，不想接受。我也十八岁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耶！同一天吗？对对对，啊，真的吗？你跟我同一天吗？哇！你几年？92哦，差不多啦。祝我们两个都生日快乐！耶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。超开心，谢谢，谢谢，真的很谢谢古堡们给我这个惊喜，这样，因为很多古堡也是从很远的地方上来，特地上来帮我庆生，因为我们真的还蛮久没有见了，就是非常的感谢他们，然后也谢谢所有在网络上祝福我生日快乐的朋友。那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们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幸福。